阳光开朗大男孩打开嗨六长相思版。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胆大，是伟大的，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。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我的唱只要微笑，看我扬起的嘴角。好六版。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胆大，是伟大的，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。阳光开朗大男孩。